起，天涯好像有一个家，被另一个人牵挂，爱总要付出代价，可每一次都换不回来他，僵持不下那就退一步吧，后面又不是悬崖，难道是我真的不漂亮吗？为什么他不愿和我说话？心痛起来像挣扎，在这种伤口复发，眼泪早已把妆哭花，难道是我真的不温柔吗？为什么他不愿为我留下？感觉世界乱如麻，爱个人错综复杂，就退一步吧，后面又不是悬崖，难道是我真的不漂亮吗？为什么他不愿和我说话？心痛起来像挣扎，在这种伤口不温柔吗？为什么他